巨蟹座下周运势，5月6日到5月12日。事业运势，下周的事业天空太阳与土星的六分相如同重锤击鼓，可能为你带来一系列挑战或新的责任感。这将是一个需要你全身心投入、专注努力的时期。细节决定成败，你需要更加细心地审视每一个工作环节，确保执行力的到位。面对工作上的压力和要求，请保持耐心和毅力，稳扎稳打，逐步解决问题。相信自己的能力和智慧，你将在事业领域稳步前行，迎接更加辉煌的明天。财运运势，金牛座的新月如同财神降临，为你的财务状况带来全新的起点和机遇。这个时期，稳健的理财和谨慎的投资将成为你增加财富积累的关键，请务必避免过度冒险和不必要的风险，保持理性和谨慎的态度，制定合理的财务计划，让每一笔资金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。通过谨慎而明智的财务决策，你将迎来财务的稳定和持续增长。爱情运势，在爱情的舞台上，下周将是充满浪漫和机遇的时期。月亮在金牛座、双子座和巨蟹座的流转中，为你带来情感上的启发或新的认识。对于单身的巨蟹座来说，这个时期可能会有一些令人心动的邂逅和感情上的机会，请保持开放和敏感的心态，与他人建立深入的连接，让爱情之花在你的生命中绽放。对于有伴侣的巨蟹座来说，这个时期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沟通，以加强彼此之间的理解和支持，让爱情成为你们生活中最甜蜜的陪伴。健康运势，在健康方面，你需要特别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，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和规律的锻炼是维持身体健康的基础，请合理安排作息时间，确保充足的睡眠和休息，同时注意情绪的管理和压力的释放，避免过度紧张和焦虑。通过积极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的心态，你将迎来身心的平衡和稳定。我是静电鱼，关注我，每天都有好运气。